多家老鹰台曾经在野火集里面有这样子的文字，他说，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，在那儿烧火洗锅，使走廊够上一层厚厚的油污，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，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，吵得鸡犬不宁。我们现在就模仿这个龙作家的语气啊，我们写的这些文字啊，给龙部长。我们看见文化买办占据着文化资源，在那儿吃香喝辣，台湾文化版图上够上一层厚厚的油污，腐臭的提案塞在墙角，半夜里文化买办喝酒猜拳作乐，吵得鸡犬不宁。梦想家这个歌剧的这些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我们认为是弊端的东西啊，其实都没有提出任何解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在这一边啊，表达文化元年对于龙应台部长那这些天数的表现啊，我们其实认为啊，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相当的善意啊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好，可是老实讲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有一点失望。受折磨的我们也应该双手叉腰，很愤怒地对以文化之名捞钱的人说，请你滚蛋，他们不走就只好请文化部出来，若发现这种人与文化部有勾结那更严重。台湾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作家龙应台又说，造成我生气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，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止我一个，而是一天有200通电话、300封信，你说环保局还能知无其事吗？我们认为造成我们生气失败最主要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，如果打电话到文化部去的不止我们几个，而是一天有200通电话、300封信，你说文化部还能知无其事吗？巨龙巨龙的擦亮眼，永永远远的擦亮眼。作家龙应台说，所谓政府、警察局、卫生署、环保局，都是你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，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。照道理说，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，你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，睁着雪亮的眼睛，严厉地要求他们改造。一个要求是要求文化政策与执行公开透明，请从梦想家开始。那文化元年的成立呢，也跟去年梦想家的事件有非常大的关系。那我们整理来，我们提出无数次的要求，说请把梦想家的所有的，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程序，请把它所有的细目，请把它所有里面程序的有相关等等的问题，请把它做一个澄清。那龙部长虽然要承受文监会的责任，但是到梦想家到今天呢，仍然真相不明，已经250天了。这个案子呢，真的是可以测试说龙部长做文化部长，那愿不愿意真的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做一点事。那我们希望文化部长龙应台，如果真的要让文化政策的执行跟政策公开透明，请真的从梦想家事件开始。当初马英九之所以会找你来啊，组长文化部，那基本上也是因为你的一些理念嘛，是吧？所以你作为一个评论者龙应台，作为一个作家龙应台的时候，你讲那么多大道理，不可能就是说一夕之间这已经就这些东西不再是道理，不可能的嘛，你知道很多原则性的东西，你知道，例如说啊，很多的基本的正义的感，就基本正义的感觉啊，很多这些他曾经在文章里面接触过的一些观念啊，其实不可能因为他说今天放弃自己这个作家的身份，要好好来做这个部长。那然后这些东西就荡然无存，不可能的事情。